蓝月里，我不喜欢你跟迪哥靠这么近，因为你现在是已婚身份，而且你不想让全村人发现我们是假结婚的话，你就离他远一点。我好像中标了。小李，干嘛呢？你借我亲一下，亲完之后，我应该就可以洗掉病毒了。拜托啊，拜托，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。